凯莉。今天呢，凯莉又跟小凯莉见面喽。那我要跟大家带来的玩具叫做心脏跳动游戏，小凯莉有没有很紧张呢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喽。那小凯莉，现在呢，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游戏的玩法。首先呢，姐姐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啦。哦，这，哎呀，虽然它有点小，但是呢，这是我们的初级阶段。好，小凯莉有点看不起我这个小玩具，但我们先来玩一局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先按一下，它不会立马就咬我吧？啊！哦，怎么一上来就开始咬？那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，就是我们谁这样子按按按按，然后是啊一口就输掉了，理解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，石头剪刀布，好吗？石头剪刀布，好吧，小凯莉你先，说不定先会咬你哦。小凯莉，你的手会不会太大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我们俩运气都不是很好，一上来就被咬了。那这一局我赢啦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这只是一个初级阶段。紧接着，这这哇！这个呢，就是它的升级版。小凯莉有没有很害怕呢？有没有心脏加快的感觉？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那刚才被一下了，所以你先开始吧，你先开始按。还没有咬呢，小凯莉，这个算练习，这不算，就算一次练习嘛。你看刚才那个小的，我们也练习了一次，一盘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那，再来一盘吧，再来一盘，好的。那我们开始。那小凯莉，你先按吧。你谁让你让了我一盘呢？对不对？开始吧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哦，这次会不会又是我呢？哦。比分结果呢是凯莉一分，小凯莉一分。哦，你准备了？这是什么？等会儿让我来看一看。没有很可怕呀。啊，是要用这个去家里面的那我来想一想，那是蓝色的骰子投到了蓝色的话，那我们就加里面的蓝色的恐龙蛋，如果投到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不加，然后投到这个四个颜色都有的话，就是想加什么颜色就加什么颜色，对不对？没想到小凯莉准备的东西比我还要多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开始呢？这一盘输了可是有惩罚的哦，你有信心赢我吗？那我们要现在开始咯。好，
小凯莉，我们要石头剪刀布吗？刚才我输了，那我先开始吧。我先开始喽。嘿，哦，小凯莉，我好紧张啊，他会不会咬我呢？嗯。现在轮到小凯莉了，对的。啊！什么？哇，今天小凯莉的运气好好呀！我也来一个白色的。哦！那轮到你了，绿色。好。哇哦！哦，那现在轮到我啦！嘿，咻，红色，嘿，好啦，我已经拿出来啦，红色的，好，轮到小凯莉了，哦，绿色，哦，小凯莉一点都不害怕哎，小凯莉你该害怕呀。果然是自己带过来的东西，一点都不害怕。哦，哎，对啊，我还没有闪啊！哦，我好像感觉这次是我了，黄色啊。咦，好了，黄色，小凯莉，我觉得是你哦。哦，啊，这只恐龙慢半拍。小凯莉，虽然这是你带过来的游戏，可是这一次你输掉了。那我们现在比分是2-1。朋友们，其实呢，凯莉事先准备好了惩罚的东西。哒哒！小凯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关系，一点都不痛的。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。最后一盘给大家带来的玩具，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去，啊，好了，我带你去买好吃的，走喽！还是走这边，走喽！今天凯莉跟小凯莉一起玩了心脏跳动游戏，小凯莉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好玩吗？嗯。回来，拜拜！呀，我啊，哇！我已经等我的朋友等了很久啦。因为是黑色的，所以看起来像沾了灰尘吗？因为是黑色的，就叫它可乐吧。这是我们是朋友的意思。终于有朋友啦，可乐呀，当，这代表我们的友谊呀，当。